娘子说的太好了。师傅，师傅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把师傅娶回家当娘子的。玉掌门，不要因为两个不开眼的小辈耽误了吉时。鞭炮虽断，等到了省城，咱们再买符物，请神冲煞便可。准备起锚开船。慢着，你若执意前行，不出百里，就会围断舟覆，全船人等会尽数死于非命。我看你二人年纪轻轻，我一忍再忍，若再胡作乱道，莫怪我不客气。你还真是不知好歹，这老骗子让你去送死，你倒是相信，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却不相信，真是好人难做。我帮你拆一个字，你听完再做决定也不迟。不必了，大家都叫你义掌门，那我就来拆拆这个义字。义字上面是日，下面是物，物日意为不日，意思是命不久矣。义掌门此次出行乘船走的是水路，义字加一加水为汤，变为赴汤蹈火，此行大为凶险。你有完没完？哎，义掌门，你此次出行万事需求吉祥，这丸子可是万万说不得的。你此次前去掌门人大会，免不了要动拳脚刀枪，这义字加足为踢，加刀为踢，意思是你此行不是被踢死，就是九龙派要被剔除了。我单编一个吉字早便大吉大利了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这是大凶大险啊。吉字本来甚好，可是偏偏对义掌门实为不祥，义者患也，把吉祥更换了去还是什么，自然是不吉祥。好，娘子说的太好了。师傅，师傅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把师傅娶回家当娘子的。义掌门，我师傅这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啊，这番忠言逆耳你可得听啊。师傅，这两人疯疯癫癫的，三番五次让您不痛快，徒儿就替您给他们个教训。好不要脸的，这副德行去了京城岂不是丢人现眼？兄弟们，给我杀了这小子。